走了这么久，未出别墅怎么还没到啊？又跟人动手了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跟人动手，只会延缓你的身体恢复，甚至毁了你。有时候你不去找麻烦，麻烦也会主动找上门来。更何况我还有必须要做的事。已经过去一年半了，你还要找八旗门再做了断吗？并不是想再做了断，只是恩怨结得太深了，只要太极系还在，他们就不可能收手。身体是你自己的呀，作为你的主治医生，我只能给你点到这儿了。他还真在这儿。学长，我来找你是想说一下昨天的事儿。我说找你说昨天晚上事，你听听去。昨天晚上？啊。蒙面女侠，我们认识吗？说出去，我就打死你！我考虑一下。不许考虑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没得变。走。心虚了吗？哀家师姐吧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装的还挺像的。记得这张照片吧？哎，师姐，这个照片是没有的事情，你别误会了。没有的事儿。那你是说我冤枉你了？这照片可不是合成的，照片上拍得清清楚楚，你把学生会长壁咚在树上，现在却不承认。像你这样行为不检、表里不一的人，怎么做我们上香学院的淑女啊？就是啊，郭大妹啊！啊，你手机掉了。怎么这么多照片啊？你们看，这么多照片啊！真的，就是这些照片都是爱家拍的吧？太过分了，这样过分了吧？这事儿不会是静流指使的吧？我觉得像，很有可能是。对不起。师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
让我三不分外飘的丑闻了吗？这叫丑闻吗？这叫绯闻！现在全学校都知道他跟魏楚是一对了。楚是我一个人的，我的。好了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现在就去把那条撤了。现在辣椒水用多了，真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，下回我得准备好眼药水。都走出这么远了，还哭什么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不巧路过。那你刚刚看见了，你怎么不帮我？谣言止于智者，有必要解释吗？谣言，你说我蠢。你昨天说的事儿，我答应了。你会太极的事儿，我。谁会太极啊？你不会。我会替你保密的。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？啊？你毕竟帮过我。哦，对了。一会儿，你还知道我帮过你啊？算算算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，跟你少扯两比较好。再别见了。像你这样行为不检、表里不一的人，我的那个，怎么做我们上香学院的淑女啊？就是啊。转到围棋系了，你们还叫他队长？可是当年队长是为了我们太极系才受的伤啊，而且他还带着我们太极系赢得过那么多荣誉。自从你走了以后，太极系就没落了，学员比武次次垫底，学员们心灰意冷，转学的转学，转系的转系。大家的委屈我都明白，我今天回来是来还东西的。一年半前休学时没有来得及把队长徽章还给大家，今天完璧归赵。如果再这样少下去，马上就要被撤系了。队长，别走！只要你回来，一定能带领大家重新振作，让太极系重新成为藏锋第一系的。对不起。队长，别走！队长，别走！别走！